这时候大山是很端正的啊，端正的啊，两边啊都一样啊，两边都一样。然后下面是一个窝，下面是一个窝。然后它还是金融转案啊，有金融转案，有内明达在下面啊，这边金融，这边白鹿。那么穴位是在这个地方。这位是在这个地方，这里隐隐约约有一个嘟起来的地方，隐约约有个嘟起来的嘟包、啊、在这条路的下面，这条公路的下面有个隐隐约约啊，这个地方隐隐约约有一个嘟起来的，这里就是真龙真穴，穴位就在这个地方。前面是一块平地，前面是一块平地啊，左边是一个尖峭的山峰、啊、右边这里也有一个小山峰、啊、这是他的父母山、啊、父母山后面的来龙不用说了，后面的来龙它本身在这里就是长风异地啊，后山又好啊，龙脉又很纯正、啊、我们看一下它的姐妹。故乡的忧郁写着琵琶的旋律飘逸的外衣啊，穴位是在这一带。它的前面是金龙转案啊，它的前面是青龙城啊，这是天地案啊，一整比一整高啊，是天地案，有内挡外挡，这个地势相当大，可以算是风水宝地了。